们一起，我们一起，我们一起上学去，什么都爱，什么都玩，什么东西都有趣，悠悠上学去，一起玩游戏，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 go。姐姐，你今天在烦恼什么啊？草莓姐姐，我想要准备一份很特别的礼物送给月亮姐姐跟太阳哥哥，可是我不知道送什么好哎。要挑一份适合他们两个的礼物，的确应该要花点心思，动动脑筋想一想才是。彩虹姐姐，不要伤脑筋，今天来了这么多的小朋友，可以帮你一起想点子哦。对呀、小朋友，问问看你们呢，如果今天你们要送好朋友礼物的话，你们会送什么呢？有没有？哦，车子很不错耶。还有什么？车子。哦，也是车子。娃娃。哇，还有娃娃，还有吗？球，还有小猪、哦，好棒哦！小朋友，谢谢你们呢，你们给我好多好多的建议，那我就可以送车子、娃娃、球球。熊比说：“你可以送他们太阳饼，还有月亮虾饼啊！”哎呦哎呦，熊比，这个应该是你自己想要吃的吧？好吧，那只要你先帮我们想到礼物，等等就请你吃。彩虹姐姐，其实礼物要是用心准备，相信他们一定会喜欢的哦。那我决定了，因为彩虹、月亮、太阳就像是一个爱的大家庭，所以我想要送他们一首歌，爱就是我的家。好主意耶，相信他们一定会很开心的。那我们来练习吧。好，爱将会永远属于你，如此的美丽，虽然有时也会哭泣，爱陪着你，不要对爱再有任何怀疑，爱属于你，我相知相惜，爱就是我的家，爱就是我的家，身在爱中都是快乐甜蜜，爱就是我的家，爱就是我的家，是个不用花钱而且充满爱的礼物，真的很不累啊。不过我觉得好像有少一点点什么耶。草莓姐姐，你通常在家里面是怎么样对爸爸妈妈表达你的爱呢？我我平常会帮草莓爸爸按摩按摩捶捶背啊。哦，看起来很不错，小朋友，那我们把它学起来，一起按摩按摩捶捶背，好可爱哦。那有时间的时候呢，我还会帮忙洗衣服、洗碗跟擦桌子哦。哇，你好贴心哦。那小朋友，我们来变成小帮手，大家手手拿出来一起做，开始洗衣服、洗碗、擦桌子。好可爱哦。那平常在家里看到爸爸妈妈的时候，我还会给他们一个爱的抱抱。靠近一点，好温暖哦。好嘞，那小朋友，换你们给旁边的好朋友一个爱的抱抱。爱的抱抱。哇，好可爱哦。那我想到了，小朋友，我还想要给他们一个大大的爱
爱心，希望他们会喜欢。好诶，那我们可以把大爱心放在头上，然后一起说 I love you， 一起来 I love you。哇，谢谢你们诶，刚刚有好多好多很可爱的动作，希望他们会喜欢，也会很感动。那小朋友平常在家里也可以跟爸爸妈妈一起做这些动作。小红笔，你今天有没有觉得我们大家都有暖暖的爱呀？耶，好棒的徽章！恭喜今天的小朋友得到了好棒棒徽章。发明一二三，奇妙数字真好玩，一加一要算一算，多少朋友来作伴。今天我们学到了很多充满爱的动作，电视机前面的小朋友也要跟着我们一起练习哦。一大家都要拍拍手，一起吹背，右边吹一吹，左边吹一吹，二哈喽呼相点点头，变成爱心说爱了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呢，记得按下订阅键。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不一样的内容的话呢，也记得看这里。